今天在中国空间站天宫画展正式开展，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展示和介绍新时代青少年畅想中国式现代化的美丽画卷。第三届天宫画展于2023年10月面向全社会启动征集，最终53幅画作从20000多幅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随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搭载上行空间站。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是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这里啊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大家期盼已久的天宫画展又上新了。画展作品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小画家之手，以孩子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获选画作设计制作于2幅丝绸画卷之上，充分展现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之美，使画展更具中国特色和文化韵味。少年强则国强，如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翱翔吧少年，插上梦想的翅膀，扬起理想的风帆，勤奋学习，努力奋斗，长大后接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接力棒，用自己的双手将在画中畅想的美好未来变成现实。